第三呢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企业办好自己的事。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的渠道和方式，最基本的呢，就是要做到合法、诚信经营，照章纳税，履行社会责任，善待员工和客户，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办好自己的企业，为社会创造财富，这是企业的本分，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献的正道。同时，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、有能力的情况下，积极的参与公益慈善事业，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。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起来，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，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。但是呢，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，绝不能杀富积贫、杀富致贫，不能搞逼捐，因为那个它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，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。